你完了，我是被气得已经出幻觉了。那个许清幽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姐，我跟方琦是认真的。 方琦跟许巍谈恋爱了，我真的是不能理解。以前许巍都是光着屁股跟在我和方琦身后，那时候还穿开裆裤呢。许巍一惹方琦，方琦就揍他，现在可倒好，不揍了，改亲了。不过我最在意的是，两个人在一起谁也没告诉我，全都瞒着我。 也许他们是想等稳定一点再告诉你呢。咱们俩的事儿一开始不也没告诉他们吗？咱们俩的事跟他们能一样吗？而且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一个是亲弟弟，一个是亲闺蜜。